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看《感应篇》第57段。知过不改，知善不为。这是恶报里面的第三段，这一段里面呢，这个文字一共到第60，到第60句，57到第60，到这个清廉道德，到这一句，我读这一段经文，感慨非常之深。读了之后，仔细想一想，经都不能讲。圣贤的功夫没有别的，就是在改过。他这个注解里头说得好，一开端，文殊菩萨白佛言：“少年造孽，到老修行，得成佛福。佛言：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”回头就是改过啊。云雾禅师说：“人谁无过呢？过而能改，善莫大焉。唯君子能改过迁善，其德日新。”什么是君子？在佛法里面，真正发心修行的人，这个人就是君子。佛法修学，这有三个阶段。天台家讲六界佛，名字位那是不能改过的，有名无实，决定不肯改过迁善。这种人是假的学佛，不是真学佛。观行位真学佛了，观行位是恶事，把这个佛陀的教诲呀、去做到，依教奉行的，这观行位呀。我们念佛求往生，要做到观行位，往生才有把握。生凡圣同居土啊，要是相似位呢，那你就生十报，这生这个方便有余土了。分正位呢，则生十报转运土。所以要改呀、知过就是觉悟啊，这个人觉悟了。改过就是用功了，那功夫落实了。我读了很难过啊！我跟大家，我不敢讲经了，我只有回去住小茅棚闭关进修了。为什么呢？跟我学的人不知道改过，不知道自心呢，我这个讲经说法全盘失败呀、我清楚，我明白，
为什么还厚着脸皮在这讲呢？没有机缘接近我的人，有不少人想学。我们利用网络，利用录像带传播，送给真正有心想学的人，为他们。所以厚着脸皮在这里干呢，不怕人耻笑啊。自古以来，唯有好学，才对得起老师。而一个老师一生当中能收几个学生，太难了。现在人了解事实真相，所以也就能原谅我。不再羞辱我了。过去我在全世界许多地方说得好听一点嘛，弘法利生的事业，自己总感觉得非常孤单，非常辛苦，没有志同道合的。所以每一次回到台湾，我一定去看老师。我总是劝老师，希望老师能多栽培几个学生，我们在海外能有点助手。老师也很感叹呢，是啊，许多年当中，每一次见面我都会提的这个问题，大概总提了七八次。最后老师跟我说，我不是不栽培学生，你替我找学生。从此之后啊，我不敢再说话了。为什么呢？我找不到学生。我才明白他不是不教我，没有人学。学要真听话了，真依教奉行呢。阳奉阴违，我们还要干欺骗老师的事情，老师晓不晓得？晓得明了啊！听李老师讲经的人，在台湾超过50万人，常常跟他身边常随众20多个人，一天到晚不离开老师的。这20几个人哪个真学，哪个假学？他心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他知道，我也知道。李炳老在台中，后半生全部贡献在那边。真正跟他学的人几个人？3个人而已啊。他已经就相当安慰了。以后我到北京访问，黄念老，黄念老是我在美国跟他联系到的，那个时候
我是美国佛教会的会长，叫挂名的会长。那边同修对我很尊重，说他们要请一个密宗上师到那个地方来传法，给我商量，我不同意。我说我们祖祖相传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不要再搞其他的。然后我就问他，这上司从哪里来的？他从北京。我就问他这大名，他是黄念祖。我一听说黄念祖这个人的名字，我印象很深。从前李老师曾经给我们提过，我就问了一声，我说是不是梅光系的外孙？他说是的。我说那请他来。梅光系是李炳南居士的老师，这是我们同门的。同门不管讲哪个法门，路不会走错，不会指错。我们并不是排斥哪一个法师，我们怕把自己所修学的法门呢搞乱。这是我们一个师承。他是夏莲居的传人，梅大师的外孙。我说那这个人虽然没见面，知见呢一定不会错，欢迎他来。来了之后他带了一部无量寿经的注解，油印的本子，钢板刻字油印的本子。那个是我们晓得他那种印刷的时候不会超过150部，150部以后就模糊不会清楚了，所以数量很少，只带了一部。他把这本送给我了，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，我弘扬这部经，他也弘扬这部经。当时在全世界弘扬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两个人，就看了非常欢喜在美国没有机会见面，他在美国住一个月就回北京去了，所以我一定要到北京去看他。我们一见如故，同一个师承。他很感慨说，李炳老有你这一个学生就够了。我们跟一个老师，要知道老师的恩德，要报恩呐。用什么方法报恩呢？依教奉行。佛教我们熄灭贪嗔痴，叫我们勤修戒定慧，我们贪嗔痴还天天增长，戒定慧忘得干干净净，对不起佛菩萨，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大德。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教学38年，能够遇到这三个学生真正肯干，怎么干法呢？就是这两句，知过能改呀，知善肯为呀，没有别的。
能改过，不肯为善，这是自暴自弃，怎么能有成就？我这一生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，啊，承蒙老师的教诲，我明白了，啊，知道自己怎样修学。坛南法师在《往生论注解》里面讲，末法时期修罗罗刹太多了，啊，什么是修罗？嫉妒嗔恚是修罗。我们想想自己有没有嫉妒嗔恚？什么是罗刹呢？贪嗔痴是罗刹。所以祖师讲的这些话了，我们都想一想自己是不是啊？啊，是修罗是罗刹不要紧，回头是岸，这佛讲的嘛。啊，一定要放下，为什么呢？世间无常。过土为脆也，土耳其大地震，台湾的大地震，过去中国唐山大地震，那不就是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的？几秒钟，身家性命全没有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呀，佛讲的世间无常，过土为脆呀。啊，学佛人说有智慧。什么是智慧？抓住现前这一刹那了，成就就在此地。啊，念头一转，超凡入圣了。啊，可是这个念头怎么转都转不过来。习气烦恼太重啊。这从前李老师教给我们。教导学生，学生什么时候？20岁以下的可以教训他，20岁到40岁不能教训，要顾全人家的面子啊，只有暗示，不可以明说。40岁以上的，他有过失都不能说了。古人处世待人的心态啊，40岁以上定型了，这暗示尚且不可，怎么能说？啊，人是超过40岁，问我那怎么办呢？读书啊，只有在读书里面，啊，印光大师教给我们这3本书，好啊，《了凡四训》《感应篇》《安世全书》，天天读。啊，读的时候对照自己的起心动念，
对照自己的言语造作，好的要保持，明天还要这样做法，错误的赶紧改啊，40岁以上只有这个办法。所以对于40岁以上的人犯过失还有批评，这个人也是无知，没念过书啊。念过书的人不会说。所以我们想想从前弘一大师在南普陀教学，学生有过失，弘一大师一句话不说，这一天不吃饭。哦，学生看到老师今天没吃饭，大概我们自己犯了过失，自己去反省，去改过忏悔，老师明天吃饭。不知道改过，不知道忏悔，老师明天还不吃饭，后天也不吃饭，念佛往生了。不肯说你说了有什么用处？说了又不能改。李炳南老居士看到学生有过失，年岁小的教教，讲经当中暗示。40岁以上人决定不说。我跟他的时候还算不错。我跟他的时候是32岁。蒙他特别爱护。他还肯说。说了我们就能改，他还可以再说，说了不能改，他下次再不说了。所以各地的同学头脑一定要清楚，绝对不是跟在我身边的都是圣贤人，没有这个话。李炳南老居士跟到他身边都不能成就，一定要听其言而观其行，辨别这个人贤愚不肖千万不要误会，我常常跟在法师身边的这个人一定就了不起了，这是你们的错觉。我今天不得已把话说清楚，说明白。千万不能产生错觉，为什么呢？误了你们自己的前程。这不是我一个自古以来要看他是不是真正肯学，真正好学我们常常围在李老师身边20-30个人这个里面也有行邪道的呀。也有不如法的呀，黄念祖老居士曾经告诉我，他也有几位同学在佛教界里
也负圣名啊。修学不如法了，走上邪道了，走到名闻利养里面去了。名字我就不必说了啊。那么他所说的这些人都不在了，都已经过世了啊。黄老就是自己也往生了啊。过去这样的情形就常见，就不少，现在更多。什么原因呢？现在人烦恼习气比古人重，现在社会这些五欲六尘的诱惑比过去的时候增加许许多多倍，能在这个环境里把持得住不是凡人，所以他依旧起恶念造恶业，我们看起来很平常，不足怪也。啊，能敌得过，那我们恭敬礼拜，他是圣贤将士，他不是凡人。啊，凡人不能够避免这过失的。啊，我们清楚，我们明白，啊，千万不要认为，啊，在我身边这些人。个个都是圣贤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我自己还是凡夫啊，我的好处能听老师的话，念念感老师的恩，不敢做对不起老师的事情，我的长处就在此地啊。我知恩报恩，韩馆长照顾我30年，我念念不忘。我坐在这个地方，他的照片挂在我对面，我讲经，我看到他在笑啊，我看到他的欢喜相啊，我决定得生净土啊，而且告诉同学，我随时随地都可以往生。我是凡夫啊，业障深重啊，我能够修成这样，故古人都能修成啊，你们肯不肯干呢？啊，凭什么有这个把握呢？凭放下，事出世间法。我一法都不沾染，就凭这个啊，有一丝毫的沾染，你就去不了了啊！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的，染上一条，这个染上念头啊，不是在行为，行为太粗了。念头上有那么一丝毫念头，你还没放下，你就去不了啊。所以这个恶报，这是第三段啊。第三段是四庶之恶，四是读书人，庶是平民啊，一般读书平民的恶了，这是第一条啊！啊，这一条要做不到，所有一切修为全是假的啊！你必定还是随业流转啊，该受什么报应还是受什么报应。我们不能不留意。
不能不认真去思维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